Do M. Moira was trying to get to that tower when I was with her. Thank you. Listen, honey. I need you to take me there. Can you do that? Moira. No. I don't believe it. There's no way she's... It's no way she's... 好啦，现在换到我们 Barry 篇。日本看哦，日本伺服器搞不好哦。啊，果然藏一个在后面。哎，他不能攻击哦。日本伺服器啊。我想我去找一颗砖头比较快啊，那边有一只虫虫，我又没打到了。我需要一颗砖头。小女孩砖头呢？啊，是哦，辛苦你们了。日本玩，所以你在日本就是不是？你在日本读书吗？还是工作？哎，这边没有东西哎。好吧，出去出去。刚刚那边有一只幼虫，其实可以要，可是要去打一下。可是幼虫只能靠娜塔莉亚去打。可是神砖呢？我需要神砖啊！我要神器砖块啊！没有神砖，没有神砖就继续走。Moira drive you crazy? No, Moira was nice. She does have a good heart. I bet she saw a little of Polly in you. That's her sister. Where'd you get that bracelet?没有啦，主要是日本线跟台湾线可能有，可能有冲。I think I'm not really sure anymore. A woman, the overseer. I read the debrief about her little experiment. 哇，我这边感觉就是一整个风光明媚啊，跟刚刚克雷一篇那个克里尔跟莫伊拉的章节比起来，这边真的是风光明媚。身上两个药草，哇塞，三个药草哎、欸，这么安全。这个呢？这个是什么？看一下，盖博的笔记。哎、欸，盖博就刚那个失事坠机的那位吧？没有哦。哎、欸，对，退去日本好像有伺服器，主要是看实况组你在什么位置啊，它就会自动导入到那个位置去吧？我猜。赢了这么多人哦。手腕绑上某种不寻常的装置，不知名的女性声音叫我们前往沃瑟克。沃瑟克是哪里？沃瑟克会有，好吧 ？OK， 可以走。这里三不五时就有那个海报、欸，真是的。Barry, look. 哈这谁啊？Edward Thompson。爱德华·汤马森。He was with TerraSave. TerraSave. Damn it! This is why I told her not to get involved. 这里是哪里呢？要手牵手下斜坡，手牵手下斜坡。对嘛，小妹妹这身衣服也比较不会那么吓人，不然她穿白衣小女孩哦。刚开始见到她哦，去。There's some over there. Find some cover. I'll pick them off before they spot us. 搞偷袭。叫我史内克，哈哈，哈哈，员工大头招。
看起来目前都还蛮顺利的。当然是我，没看错吧？有东西吗？哎，有。蓝宝石500P 耶，哈哈哈。有，跑吧，妹妹。噔噔噔噔噔噔。结果是中华电信自己。那以后一定会推出一个什么国外挖工鸟客户，专用线，然后又收你一把枪，不是，他又收你一层皮，扒你一层皮。嗯，叉叉，手牵手下斜坡，那其实可以不用这一段的、啊，或许是他这一段应该在 loading， 所以他才这样做。也没有啊，即时运作啊，即时过场的 ，shit。这两只怎么处理啊？那你还有我有看到啦，你当我瞎子吗？鬼岛台湾不意外，死了。另外一只跑哪去了？那应该不会转头吧？哦，要汇合了 ，damn！哦，他会绕着那个圈圈绕，是不是？快走，快走 ！shit， 他转过来 ，shit， 转过去，静悄悄，静悄悄，叫我史内克 ，Go to hell！不要跟我玩夜山木头的，我会崩溃啊 ！Go to hell！ 好啦，小妹妹看一下，应该都杀光了吧？应该都杀光了哦。突然间觉得巴瑞篇真的好好和善哦，刚好被我发现。好吧，好像没了，走吧。走呗。Damn it! I need a key. I need a key. Goddamn key. 走上面哦。This place is crawling with them. 战神萝莉。有怪物吗？哎，过门会小掉 FPS 哦。Oh shit！ 好，往后，躲在门后，Follow me. Right. Just stay there. Okay. 那将会被看到吧？叫做吕布，哎呦，想说他要转头嘞，拜拜 ，Go to hell！ 哎，烟幕瓶哦，烟幕瓶是，就是丢下去以后，怪会暂时看不到你，然后就可以搞暗杀，神器。哦，小萝莉探一下，应该只剩下他了吧 ？shit， 旁边应该没有吧？冲了！哇！哇，他眼包欸 ！safe！ 哦 ，shit， 怎么还有？过去来得及吗？大叔片这根本就是各种潜龙谍影啊！
阴影中，哈哈，手枪弹药，大树已经成为传说了。真的，我又看到一个硬币了，躲在那边，应该杀光了吧？我靠！我靠！那我要快速绕背，我需要快速绕背。他应该不会转头吧？不会吧？不会这样整人吧？Yes! Bye bye! See you guys! 那我刚刚开那个枪声，他居然没听到欸，真是也是眼包加耳背。小女孩推推推，欸，不是吗？ Follow me! 这边应该是要推上去吧？对不对？他感觉很累啊。大叔，你想睡是不是？一脸睡觉一样。咦，上不去欸。哇哇哇哇哇哇哇，不是这样上去吗？咦，那钥匙在哪里啊？哦，要拿这个哦，看起来很聪明。噔噔噔噔噔噔噔，干嘛拿东西呀？叫大叔抱你上去就好啦。还是他不想给大叔抱，耳朵腐烂了。天哪，这个屋顶贴图惨不忍睹哎。他好歹也那个，哦，我忘记那个术语叫什么。天哪，毕业太久了，也才两年而已。哇，狙击枪欸，狙击枪欸，大叔你自己下来拿。小手手。想说他刚刚直接叫大叔抱他上去就好了，干嘛还要自己拿东西呢？这么累。这是什么？零件盒。这个呢？钥匙。我们钥匙。低魔没烘焙，哈哈。哎，他刚在战斗什么？不是啊，那我忘记他那个叫什么了，就是让你的贴图看起来更有立体感，那个帮贴图算阴影，我忘记那个叫什么东西了，哎，那个词汇，那个形容词，那词汇突然就忘记。耶嘿！手枪弹药盒，哇哦，让它变大是不是？这根本就是父子俩去探亲、去踏青啊，超欢乐的，完全没有任何恐怖感觉，还是说等一下恐怖了才开始？啦啦啦啦啦啦。That where you met Moira? Over there? Yeah, near the big tower. 高塔附近穿越村庄，好啦，恐怖村庄要出现了。法线贴图，也不是欸，不是这个说法，就是烘焙。
哦，没有啦，我在想是另外一个术语，我突然间忘记那个名字。里面有那个啊，为什么要躲在里面呢？补枪弹药。躲在草丛里呢，是哦，好吧。手牵手下斜坡。铁锹，好吧，没有人用铁锹。哎呦，也不是哎。隐形怪，等一下，隐形怪哦，太恶了吧？为什么要隐形怪啊？不要这样搞我！我没看到啊，一只，好恐怖哦！通常房子后面应该。没关系，我先跟过去。有啦，Max 有很多种东西可以讲，只是突然间忘记那个叫什么。马上开后门，是不是？好了，自己进来。已满什么？消毒剂，我要消毒剂干嘛？只要把药水给他了，他们应该不会对小萝莉做什么事情，不需要药水。Normal map 好像是哦，好像是哦。Normal bump 啦，Normal bump 还是 map 忘记了，女村民的鞋。一去不复返，这是怎样？感觉是希特勒的恐怖集中营啊！Normal bump 好像叫 Normal bump 吧？欸，这好难哦！哇，有中吗？没有。哦，正中哎，哈哈！这个呢，绿宝石。有地图。啊，是哦，好吧，我不知道他的中文说法啦，就 normal map。好吧，你这样讲，我也学了一课，哈哈，哈哈哈。我们可以坐船直接逃离这个海吗？真的，这边会有什么海之主的东西吗？我来试试看，有没有什么对着海射枪？有没有？没有啊，他没有做这个哦。不会吧？那个，诶，刚什么东西？刚刚有提示什么？刚有个提示诶。诶，他要走哪里？怎么有点小小的迷路呢？哦，我看到了。他是要我沿着海岸走，是不是？哦，走上面了。那东西我记得蛮简单的，不会很头痛啊。他用个插件的话，他自己就把它算好了。他会自己用那个程式去算，我记得。你就只是点个选项而已，他就用好了。
Something right here. I don't know what you're seeing, but point me at it. 看，指给我看啊。It's getting closer. 哪里啊？射他！ It's getting closer. 射他！哪里？啊，小萝莉自己来。哎、欸，哎、欸，这太难了吧！啊，都没掉。有中哦，乱枪打鸟中哦。耶、yeah, ，这什么啊 ？Invisible monsters. Debrush 雕。耶、yeah. ，其实他没有比那个，他跟那个蟑螂蝎子比起来，他是算的可爱可信比较多了。我还是比较恐惧蟑螂蝎子。继续走，哎、欸，怎么又来了？哎、欸、，Higher! There, no, more right! 我要完全。Monster isn't coming. 他在指哪里啊？真的是。盲人摸象。不过这边还蛮有趣的，砖头居然打不到他，好笑。想说多收集一点资源呢、啊。哎、欸，这里是刚开始那个地方嘛，对不对 ？Damn da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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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mn。咦，我要怎么过去？绕路。哎呦，房子里面有工作台。Somebody really trashed this. 好多东西哦。钻石。哈哈，真的要切换看一下，真的。有信的，佩卓对手环的笔记。到目前为止的里头有一个卫星定位装置，用来追踪我们的行踪。这真是有点变态的坏女人，真是我们的生命迹象。各种做实验啊！这就第一大战场，对啊，真的，他们真的很作用力等级哦。这个一定要装下去的，不然我那边震到手都快歪掉了。对啊，真的，卡普空真的很对这个社会关怀组真的是很照顾欸，超级安全，根本就是在逛场景、逛贴图。你应该上二楼，应该可以看到一些东西吧，隐藏的道具之类的。走，我们去二楼看。红宝石。叮。蓝宝石。哎、欸、嘿，叮！哎、欸，真的没什么僵尸哎、欸，超级社会关怀的。你看，第一大战场什么事都没有做，就好像快过了。哎、欸，我靠！你在乱比什么？我靠！不会把秒杀哦！
不是，哇塞，耶、yeah ！好啦，这边还是要看一下，不然游戏没有乐趣嘛，对不对？哇，我是直接秒杀哎、欸！不会把东西要重拿吗？What? Barry, there's something right there. 重新吗 ？What the fuck? It's getting closer. You hit it. Keep going. No, there, shoot! The monster isn't coming.哦，吓死了！ Invisible monsters. Oh, that's gonna be fun. 人家一整个就让我重新玩了、啊，快崩溃了！我刚刚探索这么累 ，shit. Come with me. Coming. 你再不跟来，你怎么死都不知道哦。两只死一尺，没有，他其实也不是在画面正中间，他其实有一点变了。哇，这边 一整个死掉就要重新嘞。Somebody really trashed this place. What the hell happened? 他每次东西都不一样哎，这边是大量子弹跟那个，这个还是看一下，刚有拿过，已满。因为我在动，是啦。后坐力等级啊，又要重装了。他不能帮我存个档吗？真是的，这样很累哎、欸。那上面有个箱子，那。那这边就往这边走啦，应该是。哎、欸，不对，要走这边。嘎加嘎加。然后是画面中心的上方或下方。哪里、啊？哦，不要，不要闹，不要闹！哪里啊？耶、yeah ！终于，可是我还是浪费好多子弹哦，哈哈哈！里面应该没有吧？可是应该会有不少子弹之类。什么？什么都没有？骗我！骗我，耍我，好，走走走走走走。虽然看起来是惬意啦，可是被他抓到一下就直接秒杀了，对吧？这边呢？
等我一下。OK。现在有亮晶晶的吗？没有。I came this way once. 哦，这个贴图布灵布灵。Moira might have been here too. 这里是哪里？手牵手。哼哼，他死了吧？死了吧？还装死吗？不会吧？真的？看小贱人装死，你还爬？两手空空，远离小萝莉 ！Oh my god！ 哦，好痛哦！等一下，我在换子弹，不对，我是没有子弹。小女孩帮我啊，小女孩。哇，我没什么重点武器嘞。可恶可恶。这么多猪狗不如的东西。是猪又是狗，真是的。是哪里啊？没有来过啊。这边路线好像走的不太一样的。前往高塔。Here comes the rain. Are you going to be warm enough? I'll be all right. 白天呢？ So where are your mom and dad? They died in Terra Grigia. 舞蹈事件。When the city went down. I'm sorry. None of this could have been easy.You're a tough girl. Tough girl. It's on people like me to protect people like you from bioterrorists. We shouldn't have let you down. So where'd you go? Terra Safe put me in a home. A facility. I'm sorry, Natalia. I won't ask any more questions. 所以这一代是围绕在 Terra Safe 这个公司啊。所以是安布雷拉公司吗？还是雨伞公司？是他们、同样的东西啊？好像不是哈。感觉这边会有比较讨厌的。好像这一章节，这个地区开始我就没有再看到那些奇怪的那个硬币啊，还是什么的。这边有这么安静吗？他会这么，他会让我这么的 safe 吗？感觉不会、欸。欸，就这样都过去了、喔、想说哦，看起来要有事件喔。What's wrong? Oh,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这是怎样？ Can we go? 有偷窥狂，有偷窥狂，有怪叔叔。哎、欸，他是要我们走这边哦，不是叫巴瑞叔叔抱上去吗？不是，哟，或者 ，shit， 好了，这边换我这个了。
等一下哦，等一下哦，实在是很不想跟他们遭遇战，我连巨蟒都没有子弹了，死了吧 ？OK， 拜。小女孩，你加油啊！对吗？这在干嘛？你有事吗，大哥？哇，我没有小子弹的。钻孔机不太妙哎，我要去哪升钻孔机啊？啊，奇怪。钻孔机哎、欸，不对啊，要我出去拿吗？不会吧，那只一定要杀掉是不是？我、哦、没有没有，走下面啦，走下面吓我。好，被发现了，被发现了。哎、欸，为什么被抓到？重新，很多这种怪人，真是的。Be careful, OK. 到处贴佛经，真的假的？我是第一次遇到了。啊，可能是灯没关，应该是灯没关。Fuck。他这样也是看到我，对不对？好像要悲剧了齁。我的灯又没关了。哇吼！哦，佛经哥，原来现在有这种怪怪的人物出现，是不是？佛经哥。有啊，我应该是有棺材队啊，可是怎么会被发现？等等等等等等，哦，原来是那只走下来了，然后我刚还在那边闲晃被看到吧？哎、欸，不对啊，小女孩，你干嘛跟过来？等下就被发现了。真的假的？是机器人吗？这种人也太……可是为什么？好奇怪啊！哎、欸，不对，我被发现了啦！哎、欸，我这边可以砍到他、欸。哦，发现弱点。哟，好吧，刚也 safe。哟，我换小妹妹走好了。小妹妹不能暗杀吧？随机在各时空台出没，真是的，干嘛这么无聊？啊，贴一句就算，贴那么多。Just stay there. Okay. Okay.
很难会遇到，算是稀有种就对了。我今天遇到稀有种，小萝莉好像真的不会帮我有任何战力耶。Oh my god！ 被发现了，你是？哎、欸，好难，好难准哦、喔！啊，很不准哎、欸。算了，炸弹瓶比较快。我好像很浪费哦。Monster coming！耶、yeah ！哇塞，要爆冲了！我在 reload 啊！死了死了！哇，我没子弹，很好，两发，清洁丢丢，嗨嗨。还没完哦、喔！哎、欸，我剩一发嘞，一发怎么杀得掉他、啊？神准一发狙不掉。等一下哦、喔，哇塞，四个归零啦！只能靠小萝莉的砖头攻势了。要绕路过去吗？好吧，我捞捞看。那我刚才浪费那么多子弹。他是眼包吗？欸、他把自己炸死了、欸，哈哈哈！白痴，把自己炸死了。我没子弹啦，我全部都没子弹了、欸，完蛋了！这样我等下怎么打王？小刀无双吗？不要搞我啊！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漏掉的 ？Damn！小妹妹，你爬上去看好不好？来看一下周遭有没有亮晶晶发闪光的东西啊？有没有啊 ？Damn， 好像没有，我死定了！完蛋了，剩十发子弹，剩十发子弹怎么打掉啊？耶嘿，一个。哦、他不会移动哦。背包扩充娜塔莉亚。哎、欸，不对，我刚是不是直接冲过来就没事了？真是的，我刚可以，其实可以不用打的吼。哎、欸，马上就到刚那个克里尔跟莫伊拉的地方，这边应该也是没什么怪物吧？哦，不会很难搞就好了。堡垒片真的是一整个让你放松用的，完全就是让你放松用的。小枪就能解决，要很准是不是？哟，那个先不要打。啊，我先去拿一块砖头。怎么熊熊没有看到砖头呢？
对啊，我要开箱啊，真的。熊熊没有看到砖头刚那边又有一只幼虫。然后我现在发现我好多那个补血药品哦，我给巴瑞好了，笨蛋巴瑞比较需要。烟幕瓶。哦，是哦，好，感谢你。Shit。Just stay there. Okay. Just stay there. Okay. 他笨笨的，他应该不会转头吧？爱的，不知。Oh damn! Oh damn! 走他！哟，我靠！我想说躲得掉呢，等一下完蛋了！我跨膜哦，不要！好久哦！哦哦！呵呵，还有大法师模式了啦！升一发。我觉得两腿伸伸准备投胎会比较好一点，对不对？等一下哦，把他拉回去了。Follow me. 我靠，你还在这边干嘛？有砖头，有砖头。笨蛋巴瑞，你在干嘛？大叔眼睛，大叔老了，大叔老了，跑不动。巴瑞篇第一次挂掉。真是的。我没记错，刚刚这边有个东西啊，我拿了以后就要那个突击步枪弹药，公平，然后那边有一块砖块，烟粉，燃烧弹，燃烧弹超好用的，等一下嘿。我回去敲那只虫。对啊，萝莉超弹。这是什么成就吗？等一下，他不能上去哎，砖头不能拿上去。啊，里面有红红的东西。Oh, suck. Just stay there. Just stay there. 这边应该可以快速通过吧？真的假的？拜拜！这个叫偷吃铺，偷吃铺啊，偷吃铺啊！拜拜！我这样可以吗？哇哈！我在干嘛？
崩溃。他说不能跟娜塔莉亚分太远。哦，那我知道了啦，反正先清掉第一只，然后快速上楼进去就好了。那两只我不用打，就这么简单，这样就不会冤枉死了啦，才会死。哈哈，了解。Thank you。哎，幼虫死掉就不会在那边的。嗯哼，算他人死。萝莉砖头要丢到落点的，我觉得有点难度哎。哎，我刚忘记拿这个。哎，多一个哎，真是的。来来来，白迷哥要冲刺了。冲刺啊！哟！巴龙，哎，他怎么死了？哎、欸，他把自己炸死哎、欸，他把自己炸死哎、欸，好蠢哦、喔！超级神弹，你、欸、看，看，哎、欸，这个模式是怎样？会有苍蝇是不是？耶、yeah.！这边到底，这边到底是？耶、yeah, ，这里气氛又开始恶烂了。别闹啊！Shit。我没子弹啊！天哪、啊，大叔，你有夜盲症哎、欸！我剩一发子弹怎么活下去啊？哇塞！超级回避。哎、欸，又有苍蝇，搞毛哦！可以快速通过吗？不想理他。我没有子弹了，我怎么办？Holy shit！ 走，走，快走 ！Damn， 死路，我死定了！炸蓝瓶。哎、欸，你真的耶，有机枪子弹哎！哇塞，我在干嘛？我刚浪费一个燃烧瓶了，算了。还有麦格农，天啊，你们都比我看得清楚啊！那不是只有大叔的视线而已吗？为什么小儿？为什么他的视线也会有，也会出问题啊？小萝莉的视线也会出问题，真是的。诶、欸，我刚刚是走哪里？底下有一只哦，拜托，这边几只啊？不要闹、哦！工作台，工作台。Come with me. Come with me. 刚那不是有工作台吗？一个，两个。哦，有啊，我有点 AI，
可是我家大叔很笨，他都不攻击啊，我也没有办法。手枪子弹有了有了，开始变多了，开始变多了。这不是工作台吗？哦，是火药粉哦，不是工作台。模拟实验。欸，这不是刚开始就看过了吗？哦，对吼，拿麦格龙打全场欸，你这样讲我就比较放心了。看怎么还有啊？可是我家大叔都不打啊，他死不开枪啊！快点射好吗？射他，没救了，大叔！要跑了，哦，很好了，没有那个奇怪的效应了。好了，应该都杀光了吧？没错，应该都杀光了，应该都杀光了。耶嘿，这死路吗？不是吧？奇怪，怎么大叔片这么暗啊？暗得很磕巴呢。欸，唔丢唔丢，我干嘛出来？对啊，隐形的还是要自己打一下，好累啊！那是在房子外面的吧？欸，不对，到底要走哪里？哎呦！还有指示点吗？哇，我真的不知道走哪里欸。他刚从那边下来，对不对？那我从那边上去。哇，我好像有点给他迷路欸。我记得这边有电梯啊，对不对？可是真的不知道突然间怎么走。真的，突然间不知道怎么走了。然后里面被封住，床下有亮点。有吗？怎么眼睛这么利啊？床下有亮点。哪里？哪里？嗯哼，没有看到，算了。不是拉这个杆子吗？走到底应该是拉这个杆子，没错啊。没关系，没关系。啊，我跳下来了。哦，好好好。不对啊，我又回来了。应该是又回来了吧？这里是死路啊。欸，到底要走哪里？也不是拉那个拉杆，好奇怪哦，跟克雷尔一样走法。你说过那个门，然后我回去看一下好了。是楼上地板有个洞，好，我走走看，我走走看，我走走看。真是的，有够辣惨的，掉漆掉漆，不好意思啊。对啊，你说这边嘛，对不对？没有啦，你地板有个洞的话，它是应该是走这里啦。欸，不对不对，刚刚小瓜说那边有，
刚小瓜说那边有东西可以拿，我先过去拿一下。你说床下有亮点是不是？有欸，真的，我眼睛好利哦。哦，真的。哦，感谢感谢，好蠢哦我。有了，感谢你。想说那边绕那么久。那你是不会跳过去哦。你这蠢老头。咦？哦。哈哈，我好蠢哦。我刚那边绕好久。底下有怪吗？感觉这里也是直接冲就好了。那个是打过的，所以是白色的。啊哈，对对对，感谢你们。What happened?这个冒牌货什么东西？干嘛？感觉被监视了。This is where I met Moira. Good. Let's pick up the pace. 专专乐，又要搭电梯了吗？二臭化学瓶，跟诱饵瓶、烟幕瓶，诱饵瓶比较屌。烟粉、零件盒。哎、欸，这边是怎样？钻孔机。巴瑞路线很缺子弹吗？我觉得还好哎、欸，反正他子弹蛮多的其实。各种探索啦。Who's there? Keep it down. 小声点。子弹是还蛮充足的啊，其实。有人在吗？吓死人！没错，打生存我就觉得真的不太够啊。哟，我觉得要去二楼探险嘛。真的要绕掉，我绕掉很那个，很浪费弹药。可是我第一次玩，我哪知道哪些啊？干！我在干嘛？开枪嘞！那巴瑞是杀人魔。生存模式不能当杀人魔啦，生存模式只能当鼠仔。城镇的居民，这是怎样？所以他其实是就是个坏女人嘛。找到你父亲，应该说他的一部分，好惨哦。他的肩上有好几颗脑袋，天哪！好惨！那边我觉得可以不用理他、欸，我觉得可以不用理他。蓝宝石，他这样过去安全吗？好像不是很安全欸。没错，是没子弹的 Snake， 也没有那个。我发现红色药水。Shit！
好烦哦。要杀他吗？要杀他吗？应该是可以跳过吧。可是那只苍蝇好像无害欸。哎，真是的。哎，好烂哦！一二三四五六，六发就再见。哦，里面就只是，里面就只是拿那个啦，拿塔楼徽章而已啊。然后还有一个，还有这个手枪弹药啊，好啦，算是小赚啦，真是的。这边其实可以跳过的，直接上三楼就好了。看，怎么又来？来啊，帕尼哦，我有无敌巴瑞。来啊，这边很好打吧，就是一直线而已啊，超蠢的。来啊，帕尼哦。怕你哦，怕你嘞！干，你就不要跑！哇，浪费好多子弹哦！还会搭配其他怪哦，不要这样子啊，会崩溃，还搭其他怪，真的会崩溃啊！为什么到处都有这个女人的照片呢、啊？应该就是她这个坏女人吧。Reload， 妹妹走。谁在那边喊 sorry 啊？哇哇，这边是怎么回事？这边感觉不太妙啊！哇，直升机耶、欸！直升机爆在这边，哎，有那个红色组合，哇，我瞬间变超多药草的，开心！消毒剂，消毒剂好像没什么用。他开始给我大量药弹药了、欸，这边是怎么回事？嗯，奇怪。过不去啊。Wait. 停车技术也太烂。你不用把他推下去吧，这样根本就告诉人家说我在这里。太高调了，果然是六个月前。是咕噜。哇哇，感觉就是很不妙。他开始，哦，哦 ，damn！ 哎，烟雾弹没用哦。小妹妹被钻到，现在不会死吧？他在哪里啊？
哇塞！哎，不要把他脓包全部打掉吧？好像是哎，小枪都可以打死他啦！哇哦！阿塔利亚，你可以吸一下火吗？哇哦！哇，我发现我的准度真的是很差。哎呦，干什么干什么？我要子弹吧？它是不怎么恐怖啦，可是就是。他在干嘛？他在干嘛？哦，你居然砍妹妹！你这 bitch！ 换麦格朗打他脚。哦，很痛哦，很痛哦！哟！哦，我闪！Oh my god！ Follow me！ Follow me！ 帅！开心！ Follow me！ 我应该把他引他去撞那个，引他去撞墙壁啊！然后趁机打他有没有？不知，舒服。我各胜，他死了吗？还没，非常好。螺旋组的，还有螺旋力哦。哦，哎，为什么没有？哎呦，干什么干什么？我要诱导他，很累。卡住了是不是？可是眼睛呢？眼睛呢？哇哇！我没有子弹了。哎、欸，我真的都没子弹了，你要小刀砍死他啊！你、欸、不要没品好不好？人家小朋友而已，你这样拿电钻钻他，人家有阴霾、欸。来来，钻墙壁，钻墙壁。这边已经被他钻两个洞了，有没有？哦，还干嘛？哇哇，我死定了！我身上弹尽粮绝，空空里个空空。哟哟，有没有小刀砍王的？有没有？小刀，小刀无敌啊！小刀无敌，小刀无敌，我就不信小刀砍不死你。小刀无敌啊！哦，哎呦，弹尽粮绝也只能这样打了、啊。来来来，后面后面后面给你钻。Follow me, follow me。这次是不恐怖了，哇塞，直接嘟他，你这样。哇哦！哦，很痛哎、欸，很。为什么会有突击步枪子弹？砍中了，砍中了！小刀无敌，小刀打赢了！哈哈哈！哎，刚为什么有子弹？刚不是有提示说有子弹吗？这个吗？刚不是有一个显示16发那个突击步枪子弹在哪里？
欸，没有啊，钻孔机，我可以拿钻孔机钻怪吗？刚不是有毒击步枪子弹，我看到了，他应该就死了吧？没错，两组 BOSS 差别太大了。这次可以其实从头小刀打到尾就好啦，我刚浪费那么多子弹干嘛？吓自己。真的，萝莉被钻超多次都没死欸，你这样讲就真的突破盲点了。萝莉战神真的，萝莉超坦的啦。神坦坦罗钻，给我钻。好了，我自己钻。里面应该没有惊喜了吧？我已经经不起打击了，不要这样。大叔真的是各种水电工欸，开门要努力去开。里面应该有东西吧？没有。电筒照一下，有没有卡夫卡印记之类的？堡垒篇没有卡夫卡印记了。哇塞，这谁？哦，有那个小脚丫欸，有提示。手枪子弹，好啦，子弹就回来了。其实刚刚那只其实可以真的是从头到尾用小刀砍就砍赢了，只是要闪好。麦格龙弹药，哦，又回来了，都回来了，开心。他是谁啊？他是盖博吗？他是盖博吗？对，他是盖博。他手上插了一把刀。What kind of messed up experiment was this? 对啊，盖博的尸体，他手上有插一把刀，他在变身前就被烧死了。Me and Moira got separated here.The nice guy came and got me. 有好心人把他带走，好心人真的假的？好心人是谁？ The one from Terra Safe who rescued me. I wonder if Moira made it to the tower. She made it. Come on, let's see what we can find. 所以他到底有没有看到莫伊拉死掉啊？没有，就在那乱喊说他死掉，让乱下伏笔不太好欸。等一下，这周遭一定有什么东西可以捡。这个身为一个玩家的直觉，应该有什么东西可以捡？干你骗我！我相信你，卡普空。干你好歹在这边放个隐藏的道具吧，五颗弹药也好。干，害我多绕过来，浪费了十秒钟。然后那个树叶为什么会一闪一闪的树叶呢？它的贴图没有弄好。哒哒！哈哈，真的是哦，哦，这一张就比较清楚了。那个是谁啊？这位大神，这位大神一定是坏人。This place has changed. Change. Yeah, pretty creepy, huh?啊！别闹了！临床实验 T 恐怖病毒的试验即将完成，就 T 病毒吗？将 T 病毒的致命性降低。承受大量心理创伤时才会发作啊，就是精神崩溃的时候发作啊。
我们刚刚从那边进来，对不对？手枪弹药又开始各种补给了。准。准，哈哈，这个是什么？绿宝石1000批耶，好多哦。走走走走走走，基本上巴瑞篇不太会死啊，顶多就是被那个苍蝇一击必杀，因为补品太多太多了，吃都吃不完。突击步枪弹药，他又开始各种给我弹药了。OK， 晚安喽。最后，你那边日本时间应该已经快一点了齁，你先休息吧，晚安，拜拜。我这边应该有12点前应该有机会把它破完，12点半前，对吧？我这边有点时间压力在，这是什么恶心的吊饰啊？耶，好恶心哦！这布置真的是有病哎、欸！这里的场景布置，而且小婴儿看起来就很不舒服，他应该不会爬起来吧？那爬起来我就要打爆他，耶，好恶哦！这里是怎样啦、啊？哦，还有动画哦，该不会是 BOSS 吧？刚捡了一堆弹药，天哪、啊，真的假的？好像是哎，威斯卡。So scary. I can't stand her. Who? The woman here with Wesker? That is Wesker. 啊 ？Alex Wesker. 亚历克斯·威斯卡。You gotta be shitting me. 很小啊。So you finally came. Damn. What? Behind you. Oh god damn. 谁啊？好恶哦。是巫婆吗 ？Witch. The fucking witch.What? 哈哈哈 Chapter 2 over. This is Moira's. No, no sign of her. Chapter 2 over. Of course, this factory had to be a fucked up factory.She's responsible for the experiment 6 months ago. No, it's got all our names on it. I'll crush you. Where did we go wrong? Where's Moira? What? 结束了，好啦，等下礼拜三继续咯。下一章判决 ，Judgment. OK.Next exp， 怎么念啊？算了，我不要修下线。It's over。好啦，今天算完美了，一天结束生存，有没有破纪录？好啦，感谢各位观众的建议。我要这几天我要先去把技能拉高，不然下礼拜更痛苦。我都不知道技能可以，其实可以刷那些比较简单的关卡去练技能，我都不知道哦。感谢观众提醒我啊，真是的，哈哈哈。好啊，明天再破普通的难度，然后顺便练一些技能。对啊，好了，今天还蛮顺利的啦。其实我本来想说，可能12点前会破不完，说，
结果有破碗哦，那就开心了。OK， 然后他这个跳不掉哎、欸，好，给他看。对啊，其实我今天主要是实况故事模式啦。那突击模式的话，明天等明天啦。那我这边要去整理一下影片，那做个整理之类的。OK， 好啦，那这边。等他到评价那边去吧。那每一个章节都要搞个工作人员名单，都跳不掉，真是的，真的，对啊。然后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他章节二的容量大小才 4.3G 吧， 4.3G。所以目前两个章节加起来，我那边看的话是11点多G 而已，11点7G 还是1.3G， 对吧？可能加第三章、第四章下去，可能应该会超过20G 左右。对，只是他这边最后留的那个伏笔，真的还蛮 shock 的。哎、欸，威斯卡有一个，算他姐姐吗？不是吧？以前都没有出现过、欸。哎，威斯卡有他姐姐哦、喔。是姐姐吗？还是妹妹？还是就是威斯卡的家族的表亲之类的？有的没的，滴滴口口。那一家族的人真的是害人不浅，真的。然后他的工作人员名单真的漏漏等来，我这边也跳不掉。那这边其实今天大部分就大概就这个样子了啦。第二张图集哦，没意外应该是四个关卡吧，四个关卡三个难度，没意外应该是这样子。对，我还要买 DLC 耶、欸、，DLC 我都还没破。DLC 的图集关卡是，旧代的地图，有一些还蛮经典的地图都有出现。DLC 总共有四张吧，它叫什么挫折包、啊、就是听起来是要玩家受挫折啊。对啊，好啦，这边先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那如果各位观众对我的频道有兴趣的话，那也非常欢迎大家给予我小小的支持，就是 follow。如果可以的话，可以顺便到我的粉丝团帮我按个赞之类的，我都很欢迎啦，感谢你们大家。好啦，这边章节二就先这样结束了。好，谢谢各位收看，那我看一下评价 ，C 好惨哦 ，C 达成记录吓死人，哈哈哈。炉之炼金术士，对啊，挫折包听起来很可爱哦。神说要有光就有的光，什么东西啊？阴影中，哇，各种欸。对啊，我看一下技能配点。哇，我有10000点欸，开心。可用闪避取消任何动作，缩短闪避后的空隙。哇，最后一搏。这个一定要点一下，我先把一些基本等级都点上去。铁锹攻击哦，有要点吗？蹲伏时的火力啊，我有点这一招，我都忘记使用了，真是的。冲刺时用匕首攻击的 R2 能力，攻击力加倍。克雷和巴瑞后续追击，增加匕首的速度。对啊，我再把那个等级，这个感觉要先点满了、啊，这个很重要的。延长闪避，两臂闪避有效距离，这个也先点一下。好。
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那一样的，刚刚都讲过了。如果大家对我的频道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按下追随。好，那今天就先到这个部分喽。明天晚上同一时间8点继续。明天应该会先玩突击模式啦。对 ，OK， 好，那、啊、就先这样子吧。好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大家晚安 ，Thanks for watching， 拜拜。